陈家的主场，太抓线了，第一个线索就是九头身，关机里面九一线，高材生 ，IG 生多粥少赢，欢迎光临，想开哪一号房？熬到今天，终于有搞头了。我开的是这个，高材生 F 卡高台南门 ，OK， 来直接敲门，南门直接开门敲门，请他出来，一二三，敲敲敲，嗨，直接出来吗？请来，请来，哦，嗨，哇，好酷啊，是是是是，你好认真，邀请，我刚才是蓝心湄，哇，哎，三十四 F 二四三五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没办法，眼睛没办法移开哎。但是 say hi， hello， hi， 我熬过来了，值得吧？为了你，有没有看到一路过关斩将才到这一边的？是不是啊？心磊住在哪里？西门町。西门哦，哇，西门町暴动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？会，嗯，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的，对，搬过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刚刚辛苦的是搬过来内湖，我说这边比较安全啊，想内湖就是好啊。弟弟喜欢的，我们跟他抢有道理吗？他那么辛苦，哎呀，感谢哥。以前对孙生有认识吗？有不好的印象吗？对，上海没认识过，对。哎呦 ，Nice to meet you， 是独居吗？还是独居？哇，独居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一个人住了。好，那两位，我们就直接不打扰你们时间，直接去房间吗？直接去了，直接开到，这么快，好吧？先聊天吗？不，不聊，不聊，去到里面慢慢聊。好，好，好。Hello， 今晚我想来加点，你在帮我，请你签收。好。啊，你就这么 nice 吗？对啊，签收啊。哇，这么大的礼物。好了，我来寻找宝物，该办正事。我。因为我今天任务就是要来搜寻你家，对那些性感小物到底去哪了？哦 ，My God， 女生的衣柜是那个最男人认为很天堂的地方，那我开喽。好，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嗨，心磊，嗨，すごいね。前到后外套，好无聊呢。要开它，女生不敢开的事物。他越害怕，越有鬼，越有诈。这也是真的很乱啦。各位观众。打了，心磊的比基尼耶，好来了，好，来汉堡刷一排来，好，来原味的来，好2000起跳，2000，哇，感觉太赞了，天哪，这让我大开眼界，我想要这个试床了，好啊，好舒服啊，你是不是太累？要不要把你按摩一下？啊，真的可以吗？玩了油压，油压。好舒服啊！还有哪里也要加强？颈项、脖子。或许皇天不负苦心人。那给你双倍的好了。双倍 double 可以吗？这好奇怪。就是。好像老人家。好像老人家。好。好。还有什么人能看？丁磊的手机，各位。Everybody jump！ 哦，你有防窥的，旁边看不到。我自己看不到。你要死啊！所有都是美的，还是你有定期删照片的习惯？没有啊，这还蛮多照片。他这是炫耀文，他说代表他拍1000张都美。我知道了，最近删除，最近删除，删除啊 ，baby！ 当我们用 iPhone 是吗？1967张最近删除，我点了，心磊。哦，这是我做小笼包哎，这是做小笼包啊！哦，你要做小笼包啊？对啊，好赞哦！我可以吃你的小笼包哎，吃你做的小笼包。好，好赞。好，下次吃多点吃。给我解开，你没锁密码？我没锁密码。这嘎吱窝吃了光比你脸吃了光还多。这个是什么软体？这是 Serato DJ Pro。哦 ，Serato DJ 专门用的。对。你要带动我啊！好，我是那种很害羞的宅男。点头，点头，要这样点头的。对，要狂甩，狂甩，开甩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在台上，大热门 ，You ready？ 耶！16的夜晚，准备好 party 了吗？是阿寇，各位，啊、你是阿寇吗？谢谢。知道啊。我可以模仿给你看哦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们都很 nice。有点 nice， 真的有点 nice。我是要交朋友的，好吧？
有点想把他赶出去了。你赶出去了？对啊。你动作你没给放开我。赶出去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新雷家完美 perfect， 眼看着骑马吹风机，你难过。心嘛，薇，良心呐，谢薇安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三十六 F 了，但他也讲得很清楚，有没有？是个嫩妈，嫩妈，嫩妈，到家里去，他会亲喂，亲自喂，亲自喂你做一点那个点心，对对对对，亲切，下面给你吃，可以吗？哇，这一句，来来来，带走。哇，好可爱哦，狗狗哎，啊，进来了，进来，钢铁人，对，这是你在收集的，对啊，你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为什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啊？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宅的，宅的女生，对，不是很喜欢出门，不喜欢晒太阳。不喜欢，又是一个不喜欢晒太阳的，哇 ，OK， 怕变黑。那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。很漂亮啊！那这边是你的衣柜。对，这边是衣柜。要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请。怎么那么就是在小？哦，这还没拆，还没。哎，几个送我啦？没有，这么讲。哎，我也蛮喜欢的。然后这就是衣橱，我其实都穿的蛮露的吗？没有，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是蛮休闲的嘛。对，我其实私下都穿比较休闲。那另外一些，我只是比基尼比较多套而已。我比基尼哦，那你要现场来穿一下你的战袍吧。Oh my！ Oh my god！ 好流鼻血。这样，粉丝们你们不要打我，太厉害了吧！看你这样，你很少在家里做饭对不对？看，因为我其实基本上不太吃东西。我还蛮好奇，那你不做饭，你买冰箱干嘛？那等一下你们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吧。我是第一次。哇塞，那是什么？面膜。气死哦。面膜。面膜。面膜。全部都是面膜。太夸张了吧！除了喝之外，其他全都是面膜。对，面膜。哦，这点。什么啦？这也是面膜。对对对，全都是。冰箱里面放这么多面膜，有事吗？因为它这样很容易坏掉，而且冰冰的敷在脸上，其实蛮舒服。蛮舒服的。对。那你真的会做饭吗？我有在 YouTube 上做过那个咖喱饭。咖喱饭。对。还是你叫人家做好？因为咖喱饭真的，我做了很久。真假的？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还蛮厉害的。那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我们开始来，这个时间是晚餐，就开始来做菜了。你想要做什么？有吃？看你是要开狗罐罐头还是泡面，我都有。我只要天天看着你就饱了。那没有开玩笑。OK， 那我们来做菜好了。好，希望你不会失败。是啊，我们家的狗已经受不了，所以这应该是你的第一餐喽。对，今天的第一餐。你真假的？对。好啊，我要喂它吃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哎，我它会吃，它没有，它会吃醋。真假的？对。我要试一下，好，那最短的。真的是，算了，没有。然后你如果打我的话，他会更生气。真的假的？开玩笑。然后他不会咬你，他不会。OK， 完美成功，谢谢。谢谢。Awesome，Yes。